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男人叫小贤，本是大豹的朋友，却因大豹前日到韩国参加比赛夺冠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小贤发愤图强，夜以继日疯狂练习大豹的成名赛道深海之章鱼庞克。我的喵啥小啊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丰功伟业360。哎呦，你被弄瘪啊你！啊完了，我嘛弄瘪啊！来了，冲啊！干！经典最后的最后。最后的最后，再一把，一定。那边到底怎么360去了？我记得我以前至少不敢说转得很好，可是我记得我至少转得过来，然后撞墙慢慢滑下来。现在连转都转不过去了。太久没玩了，不会玩这游戏了。好像很顺嘛，完了要被宰鹤偷学走了。来了，再来一把，拜托，我还要啊！啊，完了。这里我直接 R， 哎，为什么都不行啊？那边不能开气是不是？可是我记得他们有开啊，感觉不开气有机会甩。再一把，最后的最后，没有在最后了，真的是最后的最后。我好像跟得上这个人呢，啊，完了，咚！为什么又爆冲啊？再一次，可以这样爆冲又爆冲的吗？干，为什么一直爆冲啊？好，最后一把刚好10:30，最后一把刚好10:30。真的最后了，不会再没有再下一把，因为刚好10:30了，我们这个刚刚好 ，OK， 开始吧，刚好10:30，一定过，最后的最后，10:30过，然后观台睡觉，刚刚好100分，剧本写好了。现在怎样？前面的等一下，失误啦！刚好10:30啊！
最后一把，真的十点半过了，刚好还没超过啊，我们就最后一把，剩下明天再练。几掰啊，干你娘嘞！你弄啥小啦？有了吗？怪怪的，啊！